小婷，你现在休困，我停小弟给你。调查方思瑶落水一案相关证据，这刚是方思瑶的厝。请问恁两个是？我是方思瑶的好朋友，因为发生意外，所以我去追思。这位敢是江小田小姐？根据我了解，伊是方世尧顶一段婚姻的第三者，哪会讲是朋友？无唔对，我一开始是介入世尧婚姻，也毋过迄是因为钟伟哲诬骂我已经结婚的代志，我嘛是去用欺骗。也是后来，我甲思瑶两个人，都发现阮去有钟伟哲欺骗甲伤害，所以阮两个互相安慰，互相支持。思瑶是遐尼啊包容我，我真感谢伊对我遮尼好。也毋过，想袂到遮尼好的思瑶。最后的下场竟然会变到安尼，弟弟，这箱是方思瑶亲笔日记，顶头这本是最后一本，最后日记是事发的前一天。你讲。你是上好的朋友，安尼我问你，方思瑶咧发生意外前一段时间，敢有啥物异常的行为？譬如讲轻生的意图？无可能，思瑶无可能会想袂开。啊，不过日记内底小妹一篇有讲到，伊最近的压力真大，伊对金佩芳落体的代志感觉足自责的，而且。工作的所在嘛有真大的压力，敢讲伊拢无爱讲过这方面的心事。是，只有这段日子确实是真侪压力，也毋过，只有伊对的工作是遐尼啊认真，遐尼啊投入，便宜的责任伊拢还阁会当承担。啊，若真配方的代志。虽然思瑶替阮阿真个感觉足艰苦个，也毋过思瑶伊是一个亲弟弟个查某人，伊知影迄毋是伊个毋对，所以毋管偌济代志发生，这绝对拢毋是思瑶会想袂开个理由，所以绝对无想袂开。我相信思瑶个死绝对是他杀。陈女士，你较冷静个啦。伊讲
你确定是他杀？敢讲方思瑶有受到生命的威胁，还是讲叶万修人有这方面的意图？小弟，严总啊，歹势啊，小丁刚才是讲伊对方思瑶了解，啊那是不是有凶手？这我们不是讲解清楚啊。提出代志之前，我甲思瑶有讲过真多真多对未来的期望，伊甚至也较足期待会当看到我巴肚内底囡仔出世，伊阁是嘛？竟然好一个无良心的歹人，亲手毁掉这所有的一切。阿哥，照日记内底所写的，方思瑶有真侪压力甲困扰，我无法度排除伊自杀的可能。阿哥，日记内底可能阁有其他的线索，阮会为这方面继续调查落去。无你刷卡，怎解你袂记去？哦，我派人过去了解一下。海生，方思瑶的前暗发生意外，我们先离开。啊，对暗前阮阁有一挂疑点，我会阁甲恁联络，到时再请恁好发配合。多谢。差点仔把钟伟泽对凶手的代志讲出来，若是引起警方的调查，安尼你嘛有代志的。钟伟泽竟然无死，只不过在病院内底急救。做事，可是小伊想好过啊。钟伟泽，你等你，还阁有第二遍，你来等你。小婷，我拜托你，你较冷静好无？钟伟泽怎啊无死？伊若是指证你，讲你是杀人凶手，你是有代志的。你敢怀疑贾斯敏？看即款情形发生。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即摆一定要保重你家己的身体，你莫阁想要报仇啊！你莫阁安尼大呼大叫好不好？